好，另外秀林乡民代表陈美莲历任4年的乡民代表，为了要扩大服务山地原住民的民众，国民党秀林乡主任委员李济生陪同陈美莲是前往花莲县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第8选区的县议员，希望民众能够支持他来为地方服务。国民党秀林乡党部主任委员李济生表示，第8选区县议员参选人陈美莲是国民党唯一提名的，也希望秀林乡、新仁乡、花莲市、吉安乡和顺峰乡的乡亲来大力的支持他，来为地方服务。这一次这个选区的县议员的候选人，只有陈美莲是代表中国国民党来登记提名，所以呢，这一次党部也会全力的补选，希望在这次的选举，美莲比照过去许淑莹的这种传承，能够比许淑莹做得更好，所以呢，我希望最后呢，就是在这一次的选举能够很顺利、很平安，也能高票当选这一次的县议员。前面表示他相当的感动，有那么多的乡亲来陪同他来登记参选县议员一职，他会继续倾听大家的声音，来为大家服务。在这边真的那么多好朋友跟族人的期许，我一定会不负众望，很努力的这段时间打拼，也希望在未来我的政见能够在议会能够落实。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继续的支持我，你们的每一张票都不要浪费掉，还是要支持我。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也感谢主委，还有所有我的工作团队，我们要准备要拼了，所以请大家一起拭目以待。陈美莲表示，一届秀林乡民代表4年当中，他学到了很多，也倾听族人们心声以及地方需求，他会继续努力，也希望大家集中选票来支持他，来为地方争取地方建设和社会福利。摩打三勇，摩打三勇，三勇三勇，摩打摩打摩打，陈美莲动帅，美莲美莲美莲动帅动帅动帅，记者中黄世伯老。